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刺激了，那游乐场的过山车是必不可少的呀。今天甜甜就给大家介绍一款世界上最刺激的过山车，景区会提醒游客要穿尿不湿。这处过山车位于美国的俄亥俄州，是山点乐园的超级赛车，因为实在是过于惊险和刺激，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死亡地狱过山车，完全是勇敢者的游戏，胆小的人是绝对不敢尝试的。死亡地狱过山车高度达到了128米，大约相当于40层楼的高度，让人想想都不寒而栗。做完完整的一圈，距离达到了853米。过山车在出发后的4秒内就能够达到最大的速度，在开始攀爬到90度的倾斜弯时，紧接着再来个逆时针的90度翻转，给你一种从天堂直追地狱的感觉，然后直接冲到128米的高度，越过制高点从另一边飞速而下，再来个270度的顺时针翻转，最后通过电磁减速装置使过山车既快又舒适的停下，整个过程仅仅只用了30秒。可以说在你坐下来那一刻，你就准备开始尖叫吧。从制高点冲下来的感觉就仿佛是从天堂直追地狱一般，玩过的人纷纷表示再也不会来了。有条件的小伙伴